各位兄弟姊妹，大家一起在耶稣基督面前宣扬我们的信仰。我算每一个天，全人的幸福，因为他我的肉眼目都是他所创造的。我算每一个血也受的苦，因为有生机，他的满载的气要幸福受伤，他是身体因为有进去，所以忘你的忘你，所以要进去向进去，他是幸福受伤，你被幸福受苦，与幸福同心同爱，他们是一个大的主持人，他为我们的人有我们的重新的方法，他也是神的同志那里来主的有可以一起回来，他是不准备来到这件事为我们每天的自己要神受难以为难受，关于你是一所做人上面的福利，他是你已经做到了幸福的要义，他把你都给了我生活生命他的生活满载有的何曾生产，他是去看出一生命界要幸福献祭受同法，他不幸福献祭同受恩宠同当光荣，他是去信心文化里何曾为爱极限于其中中共去他的压力，何曾一切对你生下的自由的口我给他学的中国他把我的生命各位弟兄姊妹，让大家准备我们的心灵，将人子归全能的神父献上我们的祈祷。信仰祷告的答句是 Lord of Glory, hear our prayer。请为圣父祈祷，世人的事务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你照顾和开启青年人的心和思想，让他们体验到主基督是真爱的泉源，并以慷慨和热诚的心去回应，全心全意跟随你服务教会。为此我们同声祈祷。赐我们生命的天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近日在伊拉克、南韩和西藏也都发生了地震，造成很多人伤亡和无家可归，求主怜悯恨在灾祸中不幸丧生的兄弟姊妹，收纳亡者灵魂，让伤者得到适当治疗，让所有受影响的家庭尽快重建家园。为此我们同心祈祷。慈悲的天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香港整体虽然是富庶的，但去年全港贫穷的人口仍有135万，证明贫富悬殊问题依然严重。求主启迪政府和社会福利机构制定一些有效的扶贫措施，帮助他们脱离贫穷，有尊严地生活下去。为此我们同声祈祷。特别为在炼狱中无人记得的灵魂祈祷。全能的天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你宽赦在炼狱的灵魂，使他们可以到达天国，享受你的圣容。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感谢你赐给我们有不同的才能，求你教导我们成为一位忠信的仆人，学会善用自己的才能，和身边的人分享你的爱和慈悲。上主，在我们的心里面仍有其他恳求和需要，现在让我们一一奉上，求你亲自聆听和抚慰。
全能永生的天主，请你俯听默默的祈祷，我们建造得出来的好多其他的祈祷，在我们灵性深处的都求你俯听与俯闻。我们特别求你使我们恩宠，好似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有勇气慷慨的与周围的人，特别那些贫穷的人分享你赐给我们的恩宠。愿主耶稣基督之名，我们俯听我们的祈祷。请各位坐下，我们一同咏唱奉献273首主信神奉献。并靠我们带来永恒的福乐，愿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愿主与你的同在，愿你的心归向神，愿你的心归向神。心中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谢谢主的创造恩典。主与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实际继续感谢你，这才是理所当然，并有着我们的羔羊。我们在你内生活、行动和存在，我们生活在此的同在，不但每日体验慈爱的后果，并且已获得永生的保证。我们已把活着圣善的初步，就是你的信心，是耶稣从死的中复活，带给我们缺失的希望、坚信与傲气，就会永远在我们身上运行。为此，我们连从所有天使赞颂你，欢迎天下你，不停地欢呼。
他跟你舍身受难时，大喜明白，感谢了你，他明白公开，交他的人诉说。你们大家拿回去，这就是我的身后，将为我而牺牲。晚上后，他同样拿一杯，又感谢了你，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回去，这个杯就是我的血，神以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为这一杯，以为好。”你可以带好你看台生命生命共享我一生，并说我们这一生结束这一种大海的名扬的高的人才会说Thank you.
在民生皇后被主也做了，为总裁在我中行告我，因此我们刚才请问是为两百点几为高透明水果就在一起空调中我的问题。